没错，你们刚刚看完这些跑步画面，相信你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最近啊，在几天前，如果你们有追踪我的粉丝页或是 IG， 应该有看到我收到了一双全新的碳纤维跑鞋，也就是 AD Zero Pro 的这双超级帅的碳纤维跑鞋。那最近呢，我去了一些路线，做了不一样的路感实测。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双跑鞋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推荐给大家吧。那这双 AD Zero 跑鞋呢，它的第一个特点，首先它是第一双艾迪达所出的碳纤维版的跑鞋。那它整双虽然搭载了碳纤维版，但它鞋重可是没有马豁，只有200公克而已。而且它搭载了这个网布的透气网，其实跑步当中啊，你可以感受到脚的透气性是非常舒适的，并不会因为它的包覆性很好就感觉到很闷热的感觉。那鞋底呢，它是搭载马牌轮胎的鞋底，所以跑起来的脚感完全不用担心会打滑或者是抓地力不好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鞋跟呢，它也搭载了这种小颗粒出现。所以不止前面抓得稳，其实后面它有一些让你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路面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其实，在跑当中啊，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如果你没有看到画面，就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步脚落脚之后，你都会看到我的后脚很明显的被往上，有点像勾起来的这种弹起来。其实我没有非常刻意的去做勾脚的动作，但因为它的碳纤维板啊，如果你的脚落地接近在中间前面的位置，它都可以达到一个很有效的推进的这个感觉。那有些人可能会很担心啊，它里面有装载碳板，会不会很像大家说的看起来穿起来都感觉会很硬？其实我个人在实际跑的过程啊，如果你的脚落脚不会有刻意的这种脚跟着地啊，或是这样子下去的感觉，其实你不会感觉踢到铁板，而是你的落脚位置正确的话，它可以带给你非常好的推进感。那对于你在跑当中，你就可以感觉到，如果你身体不够前倾，你会一直被鞋子带着逼迫你往前倾，这个时候你的重心往前转移的这件事情变得非常有效率之后，其实你的速度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档。但要注意哦，这也是一个风险存在的地方。如果你的肌力啊有一点点不足以驾驭这双鞋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它不断的把你推进向前，但你在跑一段距离之后，你会因为这个鞋子的关系，弹性推进力太佳，导致你跑到后段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我的大腿好像有点吃不消。所以在穿这双跑鞋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你要去适应它这个带给你推进力的这种感受之外，你要去评估一下什么样的推进效果跟速度是适合你在体能分配上可以维持你的目标距离或是赛事目标的。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双鞋非常推荐给如果你的目标、可能是想要跑半马破最佳，甚至是全马跑者，我觉得都非常适合用这双鞋来驾驭。OK， 跟大家总结一下这双鞋到底有什么优点吧。首先，它只有单脚200克重，所以非常轻巧。第二个是它包覆性非常好，所以你在跑步当中不会感觉到脚会有不稳定的这样的感觉。那第三个呢，是它搭载了这样的透气鞋网，所以你在跑当中的透气性是非常好，并不会因为它包覆性好就感觉到很闷热。那第四个是它的大底的这个设计啊，它的抓地力其实非常好，对你跑步当中的推进非常有效果。那最后一个啊，当然就是它搭载的这个碳纤维板啊，其实它对于你跑步当中的推进效果是非常的有帮助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这双 AD Zero Pro 的实测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影片，我是你的教练 Joey，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们下一集见，拜拜。